莆田湄洲湾港口铁路罗屿支线二十一号通车，由罗屿港口连接向莆铁路的中西部出海新通道正式打通，意味着我们的海陆通道、海铁就是相通，意味着我们的港口的以后的呢技术条件率增完善，也辐射到了就是为江西、湖南乃至我们本身的钢铁企业。 大力的支持与服务，提供大力的那个支持与服务。湄洲湾港口铁路罗屿支线正线全长五点六六公里，货物列车速度每小时八十公里。罗屿九号泊位作为目前东南沿海最大的矿石码头，是全省港口战略布局中的关键一环。罗屿支线开通后，可直接与向莆铁路、福厦铁路、京九线、浙赣线相接，实现海铁联运无缝衔接。